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一心归命，根本上师，大慈悲，大智慧。大雄力圆满觉悟者，好像我刚刚这样念就是我们的主题了。我们的主题，今天我们到寺庙来的目的，就是要学习这样子的人格。再念是大慈悲，大智慧，大愿力，圆满觉悟者，那就是我们的目的。来寺庙不是要来找钱的了，找地位的了，找快乐的了，找爱情的了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快乐。如果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快乐，你就不要到寺庙来了，就像一个人没有病，他去医院干嘛？
所以到寺庙来，那我们就是要得到生命的真理。过去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在做事，我要电动玩具，我要钱，我要漂亮，我要我要我要这样，所以呢就很痛苦。就像那一天有一位太太跟我说，师父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说你结婚前会这样，我说不会，错在哪里，结婚这样。因为结婚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生小孩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你每天吃得很好运动，你的身体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这一点各位要去思维。那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值得我们去相信他、礼拜他、供养他？那各位一定要多看看佛陀的故事。当然释迦牟尼佛所有的故事，他就在圆满这三个功德：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雄力。那什么叫智慧呢？智慧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了解自己。哦，你这个人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，那叫智慧。该起欲望的时候你可以控制的人叫智慧。该做跟不该做的你都知道，哎呦，杀鱼不好，救鱼好，这样。所以那叫智慧。同样你有100块，这100块拿去孝顺父母，帮助穷人，那叫智慧。这100块拿去 shopping，去玩电动玩具，那叫没智慧。所以这个智慧，第一个智慧就让自己没有痛苦，所以让自己能够很清净自在。那第二种智慧呢，你讲帮助别人的智慧，那就是说你今天公司交给你，你不要给人家弄倒了，所以这个复杂的事情交给你，你就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，那叫智慧。今天英国女王让你做，会不会做？不会，我只会拍照这样。然后你不会做，那就没智慧。所以我想医院交给你，现在大家很喜欢权力嘛，那现代人喜欢追求权力，我要竞选我要得到什么地位，结果大家都在看他办事办的能力好不好，对不对？办得不好人家又讨厌他，把他推下台。所以第一个智慧就是你能够完全的了解自己，降服自己，让自己永远很快乐，很平静。那第二个智慧就是你懂得怎么样的把事情都圆满，可以帮助别人。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。所以你想佛陀的智慧，所以除了净化自我，我们还要开发圆满佛陀的大智慧，这个大智慧可以自利，可以利他。那有了智慧再来，那就是各位要培养悲心，悲心是一种感情的升华，人都有感情。像你很爱你儿子，但是你可能会杀死一只小青蛙，所以那你很爱你先生，但是你很讨厌他的小三，这样，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。慈悲包含平等，你怎么爱你儿子的，你也这样去爱万事万物，可以。那这个叫修行。那各位为什么现在会痛苦？因为你只很执着你的爱情，执着你的儿女，所以你很痛苦，很痛苦。你觉得为什么他都不听你的话？你觉得他为什么对你不好？所以那你就会很痛苦。所以念一下，执着的感情让我们痛苦，这一点记住啊。所以痛不痛苦决定在你自己。你如果很自私很执着，那你永远在痛苦，这是你要不要超越你自己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赶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观音菩萨，让我能够不要那么自私，
千万不要说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一直拜，希望你对我跟让我老公对我好一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观音菩萨都听不进去，因为你很自私，观音菩萨会让你更苦，让你知道苦的因在哪里，不可能你去跟你妈妈说我要吸毒，你妈妈拿毒品给你吃的，对不对？你妈妈会把你的毒品的来源切掉，那才叫爱你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那我们到了寺庙来，要知道这个意义之所在啊。再来大雄力，那各位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，你才有力量去帮助众生。有一个不自私的、圆满的、了解一切的智慧，有一个没有嗔恨心、没有欲望的这种感情平等的慈悲。那这两个合起来，你才可以真实可以帮助众生。所以我想，我一开始讲这个，是因为我们这一尊释迦牟尼佛看起来庄不庄严啊？又健康又微笑所以让我们看得很舒服。这个舒服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到你自己了，就要这样。所以不要再批评了，不要再抱怨了，不要再恶作剧了，不要再刚刚讲了贪嗔痴了，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追求这些世间的欲望满足，不高兴的事情你就要骂他生气，甚至你完全不了解为什么我活着要干嘛，活着人家吃麦当劳我就吃麦当劳，吃星巴克我就星巴克，现在穿喇叭裤我就穿喇叭裤，现在烫头发我就烫头发，所以也不了解为什么会做人，人的意义在哪里，为什么会死掉。所以我们这两天去很多护牧区啊，甚至去西敏寺啊，你看到那些国王也躺在那边，皇后也躺在那边啊，所以因为不管他地位有多高，最后他还是要死，他也不愿意死啊。而且我发觉英国人有好处，对于往生死亡者蛮尊敬的啊，就是他的坟墓啊，他的弄得很好，就希望我们去纪念他。但是有时候我也问他们纪念他什么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纪念他啊，希望他去天堂咯，希望他去天堂咯最好。当然你要去天堂要有天堂的因才可以，就像你要坐飞机你要去买票，你要有钱才可以。那我们学佛，那就是了解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智慧啊、慈悲啊，这个我们要学的。所以因为如此，我希望各位多看佛经、佛教的书也好啊，特别有小朋友，小朋友你们一定要让他们能够听得懂、能够看，因为他们的生命看我们怎么培养他啊。如果你要让他快乐，那你要告诉他怎么做会快乐，怎么做不会痛苦啊。如果你跟你的女儿说你这辈子都希望快乐，她说对，那你以后不要谈恋爱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对了。不行哎，妈妈我现在很想哎，痛苦来了啊，所以很想漂亮啊，很想有人爱我啊。那天有个50岁的老女人，她跟我说师父你原谅我，我又开始谈恋爱了。我说我不会，我本来就没怪你，也没什么好原谅的，我只觉得你又去受苦了啊。她说那个男人对我很好，我说佛陀对你很好啊啊，所以被我帮我做烟供，载我去放生，我又找到依靠了，重点就在这边。当然他有愧疚感了，然后他也曾经说啊，师父我很想出家，我很想出家，很想出家，讲了几百次，但是现在他觉得男人更好，那这个就是他不知道修行的意义在哪里，因为他要找一个依靠，找一个别人关心他。事实上最后是